你好，你就是 Peter 医生吗？是我，你是跟我预约的那个艾玛？对，就是我。当时看月名单也是重名，没想到真是您。我是您忠实的粉丝，看过很多您的电影。进来坐坐吧。好。我知道演员这个职业压力很大，不知道艾玛小姐来找我想咨询些什么。有一件事情困扰我很长时间了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医生，所以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。既然你来找我了，我肯定会尽全力帮你。你就像跟朋友一样跟我说一说你的困扰。你也知道我拍过很多戏，但是可能是最近拍戏太入迷了，我总是分不清现实和戏中的角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是有什么具体表现？这得从半年前的那一场分手戏说起了吧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才是真正爱你的人。不行 Jack， 我不能离开我的丈夫和孩子。我看得出来你的丈夫并不喜欢你，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最幸福的呀。不行 Jack， 我们在一起就是个错误，我们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，我们分开吧。艾玛小姐，艾玛小姐，等一下，艾玛小姐，艾玛小姐，你是谁？不要碰我！艾玛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是谁？我是导演啊，艾玛小姐，别碰我，我是有家室的人。Jack， 我不能离开你，我不能离开你 ，Jack。怎么了？快完了吗？这种情况是偶然发生的吗？还是之后也遇见过？一开始我以为我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，可是后来发生了更危险的事。大家好，晚上好，坐吧坐吧。咱们明天呢拍一下船上的戏，今天咱们来熟悉一下剧本。好好，那么艾玛小姐先从你开始。好的。总部，我们已经成功进入船舱，现在开始寻找人质。艾玛，你现在开始搜索船舱，并找到人质。拯救人质的同时呢，歹徒出现。艾玛拔出枪射击歹徒，然后歹徒中枪倒地。别动，我已经看到你了。那继续啊，继续啊。我已经放了炸弹了，你们都逃不了了。快走，快冲！不要当真呀，马小姐下来。医生，我最近又新接了一部戏，这个戏里面的角色是个杀人犯，是会杀人的，怎么办？按照你这个情况，我建议你放弃这个角色。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个角色的，这个角色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，我绝对不会放弃它。冷静一点啊，马小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剧是什么样的。好。这是我的剧本。你怎么了，艾玛小姐？没什么。那么这个角色的杀人戏份拍完了吗？昨天已经拍完了。
人这种动物都会有一定的错觉，人都有一定的错觉，现实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，会在一些条件下创造一些角色来代入自己，人都这样，或者各种条件下创建自己的角色，这和演戏非常像，就像演戏一样。艾玛小姐，你作为一名演员是不是更容易陷入一些角色？但要放心，我会治好你的，只要你尽力配合我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艾玛小姐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在演戏啊，艾玛小姐。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艾玛小姐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了，辛苦。喝口水吧，杨梅。谢谢。谢谢导演。这场戏觉得怎么样？这场戏里面的女主角讲的是她分不清现实和剧里面的情况。对我也是一种挑战，但是艾玛小姐表现得不错，谢谢。那我有事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好，艾玛小姐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老师辛苦了，咱们这次可真麻烦。哎，是呢，我们还得陪着她演戏呢。是啊。没想到他能看懂这个剧本，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女演员，其实不就是个家庭主妇吗？这个研究成果肯定会在下周的科学研讨会上引起轰动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。老师，您累了，我送您回办公室休息吧。好。你好，哎，小姐你好，我是比特，哎，我就是比特，我非常荣幸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，我的成果可谓是相当成功，我的成果这是，新入某个角色真可怕啊，真是个心理缺陷。不过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？老师，你不是个医生，其实是个演员吧？真会开玩笑。